这两天，湖北武汉正在上演璀璨的樱花主题灯光秀，以灯光的语言创意展现樱花季的浪漫场景。人们在流光溢彩当中，一起欣赏别样的樱花。武汉两江四岸夜色璀璨，楼宇、桥梁和地标建筑都披上了霓虹衣裳。长江灯光秀以樱花为主角，通过炫酷动感的光影效果，形成了一幅幅浪漫樱花的美妙画卷。不断变换的炫彩灯光将两江四岸染了一层梦幻的樱花颜色，不少市民和游客在夜间感受着春日的浪漫。3月份樱花又是它最美的季节，我们就相约这些同学上这儿来看樱花来了。今天上武大赏樱是第一天，晚上上这儿来看灯光秀。灯光秀还带火了长江夜游，不少游客选择乘坐夜游船，坐在船上不但可以观赏到灯光秀，同时还可以将江汉关、龙王庙等景观尽收眼底。自3月10日，武汉樱花版的长江灯光秀开启以来，两江游船的游客接待量有较大幅增长。由原来月初每天不足200人，增长到现在每天接近1000人。据了解，随着湖北相约春天赏樱花活动的开启，除了樱花主题的灯光秀，还有200余场赏花文艺演出，40个赏樱景点也都陆续推出。